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2年3月16号，旧历的2月25，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在桃园地区活动的天德民正义会甲乌人家族帮派成员涉嫌贩卖毒品，彰化警方跨县市抓人，总共是来逮捕着5名嫌犯。新港高中第二校区的溜冰场涂骹真侪所在拢必须，甚至是铺起来。县政府将挹注经费重新翻修溜冰场甲周边的相关设施。已经进入第30年的英勇八卦活动，3月18号、19号两天，要伫咧分院的文德国小盛大来展开。现场卖来规划着南罗英的市集、生态解说等节目。好，来乡亲啊，新闻一开始来看，彰化县警局抄一挂黑道的歹人，经过追查发现，伫咧桃园地区活动的天德民正义会，甲黑人家族帮派成员涉嫌贩卖毒品，报请检察官指挥办案了后，彰化警方跨县市来抓人，除了逮捕着5名嫌犯以外，嘛来抄出该做的枪支，以及总重量超过2公斤的各类毒品。彰化警力追查毒品案，追查源头，查出伫个桃园地区活动的卖毒集团。报请警察官指挥办案了后，出动大批警力，当场来抓以王姓主嫌为首的5名贩毒集团成员。你卖单哦，你卖单，来，你先哭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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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嘞。在桃园地区活动的天道盟正义会以及黑人家族帮派的成员，那涉嫌贩卖毒品牟利。那本案报请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来指挥侦办。那经搜证，掌握该贩毒集团成员在桃园市等地区，那承租公寓作为贩卖毒品的处所。那本局的员警也在本月的13日持搜索票、拘票来前往查缉。那弃货王贤等5人。警方表示，这个犯罪集团用俗称金刚的劣质毒品，用麻片的方式来贩售。这次查到的大批毒品当中，共是金刚就超过2400公克。第二级毒品，金刚，那它主要的成分是 MDMA， 那它经常会以这个梅片锭或者是梅粉的样态来做贩售，甚至以其他的咖啡包等等，各式样态的毒品包装，来做贩售。警方强调，会继续针对涉嫌卖毒品、收钱、甲诈骗以及组织犯罪等帮派分子强烈查缉，展现维护社会治安甲保障民众安全的决心。大众新闻，中向中华采访报道。那过来就因为有帮派伫咧台北办春酒，也阁找辣妹来迎宾，互警政署要求各地警察局强势临检，宣示打击恶毒的决心。好比警分局接到消息了后，按即个3月13号开始连续7天，逐天是来动员着将近40名优势警力，实施着为着扫荡的临检勤务，就是袂互即挂恶帮恶乱来。最近黑道帮派组织高调举办餐会，行政畅秋，河北警分局为了继续压制黑帮的气焰，延续九号连续3天的围猎扫荡气势。伫咧13号开始连续7天，每日动员将近40名优势警力，实施围猎扫荡、临检勤务，针对学区内 KTV、小食部以及黑帮违师经营、聚集等危害场所，执行强烈扫荡、扩大临检、加强清查不法情事。和美分局，为压制这个帮派气焰除了3月9日连续3天的这个扩大临检以外那另外在3月13号起更执行连续7天的这一个临检勤务，那每天动用40名优势警力来做一个扩大临检。那本分局仍然规划警力针对辖内的 KTV、小吃部以及电子游戏场、治安顾虑场所来实施威力扫荡。截至目前，本分局一共有
查获行政违规有两件，公共危险六名，那通缉犯一名，杀人犯一名，以及毒品犯两名及相关的毒品。那我想和美分局这边会持续来针对辖内的治安啊，来做一个威力扫荡，尤其针对这个暴力犯罪啊，会刨根溯源，追查幕后的相关不法的这个组织，展现维护治安的一个决心。何必警分局长廖志明强调，警方针对任何暴力案件，拢会深入追查幕后不法的帮派组织，加强扫荡，斩断金流，绝对袂手软，全面实施强势执法作为，不容黑帮摇摆作乱。大众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那再来看到新港国中第二校区的溜冰场设立到今已经超过18年了，土卡面哦，刚让人发现比较真严重，甚至有的所在阁破起来。为着确保着学生甲地区民众的安全，县政府将要来挹注经费，重新翻修溜冰场以及周边的相关设施，优化地方乡亲的运动环境。新港国中第二校区的溜冰场已经设立超过18年，部分壁损破损，甚至破起来，场地损害情形严重。最近因为天气也比较冷，那整个的地面呢凹凸不平，那我们希望呢借由申请经费，能够打造一个比较全新的一个溜冰的一个环境，能够提供社区的民众，尤其是小学生，能够来善用这个运动设施。啊，这个学校会欢迎讲咱的溜冰场的这个设施哦，那已经是经过这十多年哦，有点老旧。那今天呢特别来这个看看这边的还有哪些部分需要一并来改善哦。那我们会把这些公共空间再做好这个整理，提供给咱的乡亲哦，有够较好的这个休闲空间。馆长王奎碧前往现场会勘，发现第二校区内底相关设施破损，要求学校做回增建修缮。另外，对球场边的道桥甲水沟，嘛协请新港公所来清理。不通啊，大家清清用。现在溜冰场啊，还有这个槌球场，这个周边的水沟，我会尽速哈，在这清洁队这边来做一个加强的这个疏浴清淤工作啊，让雨季来的时候，让水沟能够畅通，小朋友或是民众哈，一个舒适的感觉。期待我们深港乡长哈，以及我们彰化县政府哈，能为这个直排轮竞速溜冰找一块合适的场地啊，来让我们彰化县哈举办全国的赛事哈，以及各项赛事哈，人家行销我们彰化县。官员林宗翰同时嘛是彰化县溜冰委员会主委，伊嘛期盼即个溜冰场增建工程会当为地方提供搁较优质的竞速溜冰比赛场地。大众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彰化县政府社会处邀请永兴基金会来到秀水替社区照顾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有一种仪式，一生只有一次。华范礼仪。您有资金上的需求吗？您还在苦苦等待吗？安心当铺，轻松借贷无负担，周转找安心，未来亮晶晶。838-2222 838-2222。남잔다바람난아빠랑똑같다고네존재자체가민폐고잘못이라고분명후회할거아는데같이있고싶어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 50%， 快播0809-009-658。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2月26号。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围攻在东南方，好时是透早9点到1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青春放上头专题单元，为着新团着强北戏团的高价戏剧，新港高中是来成立着高价戏以及高价戏剧两个社团。除了社团练习的时间以外，由中华关文化局所来开设的传统音乐戏剧团习计划，高价戏的演习班是来邀请着新金珠剧团陈金基老师甲娘陈金珠老师来到新港高中进行教学，传承传统的音乐戏剧。为了传承台北戏团的高价戏，中华关文化局伫个新港国中开办传统音乐戏剧团习计划高价戏练习班，邀请新锦珠剧团陈锦基导师甲梁陈锦珠导师伫个新港国中进行教学。来，高爷，这个看一下，左高一点，很好，你这个很好。哦，阿德，你着一年一年，可以慢慢的学习。慢慢的升，甲咱在做工课同款啊，地基慢慢一层一层地拍起来啊，嘛是同款，安尼先啊学唱、学拍、学新单，吼、哦、啊咱讲口白，抑扬顿挫，吼、哦，紧慢东西，什么喜怒哀乐，哦，各行拢爱表现出来。为了提升戏剧学习能力，新港国中也特别开设高价戏社团，由李坤明老师带领学生一直练习陈锦基老师所传授的四角唱、回唱加快唱等功夫。这边非常感谢哈陈锦珠以及陈锦基、陈庭泉三位老师呢，都利用礼拜六的时间来深港国中来进行教学。那我们的学生呢，相当的辛苦。礼拜六呢学习之后，我们再利用礼拜四下午的社团时间，由学生来教学生，这样子一棒接一棒的进行练习以及传承。陈锦基导师指出，毕竟学习的时间有限，新港国中的囡仔也拢展现对传统戏剧的热情甲天分。亲像去年的年尾发表会活动，就带着囡仔做回登台表演。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我自信心起来了，我在台上看到那些观众，我不会害怕，然后有一种我的动作要大，然后口齿要轻，这样就让我的感觉整个人都这样提起来。然后其实我原本上台是会紧张的，但是经过上次的表演，让我觉得勇气有提升，而且让我体验到更多，体会到更多关于高价戏的乐趣，然后想要继续学新的东西。除了高价戏班，还有高价戏剧班，由专业的老师锻炼学生演奏传统乐曲。当我使用这个乐器，不是我自己好玩就好，我还要顾虑到其他同学他们的乐器、他们的节拍，这样子大家搭得很整体性，非常 OK， 这样才可以。即使这样子的话，除了说传统戏曲的一种传承。当然，直接的就是培养他们那种团队观念。洪志伟校长指出，伫咧资深优秀的老师指导之下，传统戏剧文化会当伫咧新港国中传承定根。大众新闻叶鸿武新港采访报道。八卦山脉一年一度的生态活动又来了，已经进入第30年的艳阳八卦活动。3月18号、19号两天，讲要伫咧分园的文德国小盛大来展开。现场嘛来规划着南罗英的市集、生态解说等节目。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除了是甲活动延长，又来推出出两天一暝的生态体验活动。一礼拜六、礼拜日就要伫咧分园的文德国小举行的2023艳阳八卦活动。中华县政府甲三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民众做伙来参加八卦山脉一年一度的生态盛事。赏樱要看运气哦，有时候看到，有时候看不到。那现在啊，大概几乎都可以看到啊，而且还是大规模的看到。早期一年呐、啊，这个路过我们彰化的
南路音灰面狂音、啊、大概是10000多只，到去年呢、啊、已经达到了30000多只、啊、所以可见我们八卦山的生态非常的丰富，然后呢这个保育工作也是做得很好。天宫八卦活动今年是第30年举办，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嘛扩大来举办生态旅游，向国际来行销推广八卦山的生态观光行程，结合露营加观露营，伫个六月底之前推出2天1夜的生态体验游程。所以我们这次哦，从3月办到6月啦，哦，我们除了89哈，在温源文德国小有一个蓝露营市集哦，还有生态旅游。那2526我们有赏樱专车，好，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有2天1夜的结合露营，还有我们那个观落樱啊吼的一个生态游程，我们把彰化吼八卦山变成一个生态旅游的一个游程。今年英雄八卦活动同款会有赏樱专车，分别按彰化火车站加台化公司的台塑生意馆直接开到本地国小，欢迎乡亲多多利用。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继续来看，咱彰化县有591个村里，即马已经有331个社区成立着社区关怀据点。县政府为着要继续努力，达成每一个村头拢有一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是特别邀请永兴基金会来到秀水，替社区照顾专职的人员，针对治愈力、饮食习惯、运动等课程进行培训，让社区长辈会当得到更多专业的照顾。彰化县社会局开办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专职人员培训课程，提升照顾服务员技能服务，让服务更加专业、更加大型。政府一直致力在我们的这个关怀据点上面呢、啊，那591个村里，目前有331个这个村里都有关怀据点。那我们呢有一个一天三天跟五天哦，那五天大概就是10个时段，今天是针对10个时段里面，目前大概就占我们121个这个社区，那我们在针对我们的专职人员来做相关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样让长辈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一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哦。那这一次特别谢谢扬生啊基金会特别来针对我们的疗愈啊治疗愈的部分啊。从饮食、运动呢，那各方面呢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研讨哦。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专职员工跟我们的这个社工人员学习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研讨之后，能够落实到我们的这个村里，让长辈呢在地安养，在地得到最好的照顾，减缓他的一个老化，更加的健康快乐。关怀据点县长施政的方针，加上秀水关怀据点铺设率94.1%，也是全县第一。透过培训的主题甲日常生活上有关系，透过培训和志工所合适的回馈社区，嘛，让长辈学到更加多健康的知识甲技能。以彰化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个关怀据点培训人员的这个课程，到我们秀水乡这个体育馆来举办哈。关怀据点一向是我们彰化县政府我们县长的这个施政的一个方针一个目标哈。当然我们秀水乡公所南家也是关怀据点，我们的普设率也高达94.1%，也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名哈。当然今天的这个课程可以到我们秀水乡来举办，感到非常的荣幸哈。也希望各位学员今天的包括这个讲师的这个授课这两天的授课哈，都可以收获满满。希望透过社区关怀据点专职人员培训，和各据点的业务推广更加顺利执行，嘛来营造温暖友善的社区环境，共创高龄友善城市。大众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创作超过40年的陶艺家张英宗老师，受到彰化市公所的邀请，按即马开始哦，讲伫咧彰化艺术馆举办茶烧陶艺创作展，讲过过后做回来欣赏。Being a Mandalorian is not just learning about how to fight. You have to know how to navigate the galaxy.This is the way. 申办 Disney Plus 现省50%，快播0809-009-658。基本上班多到让你眼花吗？免操烦，凯擘新频道已全面焕发简讯账单喽！收到缴费通知简讯，
可到各大超商或服务据点缴款，一指完成超便利，使用电子账单不止环保，更耐地球。集结强档电影、电视戏剧热门影集，月月更新片单，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首播锁定凯播彰化零四台晚间九点半，追剧首选尽在影金据点。台北大中华新闻继续来看，鹿港镇公所替管道一四二加一四四联络道举行的完工吉安发挥活动圆满结束。十六号早起时，鹿港镇公所嘛将发挥留落来物资，发放镇内320户的寄宿家庭，以及老吴老花山基金会，甲提供用餐服务的社区关怀据点，希望会当将各界善心发挥最大的正能量。将物资一箱一箱搬上车，华山鹿港天师站以及老吴老基金会是真感谢公所，做回来照顾自己弱势长者。华山基金会服务在地独居弱势孤老，那感谢公所发放这次的物资，也可以让我们在访视过程中能够送给独居弱势老人一些物资，让他们生活上能够比较能够充足的物资可以使用。会将这些物资啊，就是发送给我们鹿港福兴深港县西和美的大概150位的我们中低收入户的长辈，那也期望就是更多的那个社会大众能够一同加入这个行列。这些物资拢是管道142加144联络道完工基安发挥的普渡物资，为着关怀弱势，鹿港镇公所是将这些物资汇集起来，发放给镇内320户寄宿家庭，以及大武岛基金会、华山基金会，加提供用餐服务的社区关怀据点。法会物资的发放活动，因为昨天有普渡，那针对个人啊、公庙还有团体捐赠的这个物资啊，如果说没有要领回去，我们今天就发给我们鹿港镇的320户低收入户，然后还有给我们的那个鹿港华山基金会，他们有在关怀独居老人，还有老老基金会，以及给我们那个社区关怀据点做老人供餐使用。那非常感谢十方大众的爱心，谢谢。希望将各界善心发挥上大正能量。多张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基本活动来看，创作超过40年的陶艺家张英宗老师，受到彰化市公所的邀请，按即马开始哦，讲伫咧彰化艺术馆举办茶烧陶艺创作展，透过镜头带乡亲来去看卖。应彰化市公所邀请，从事陶艺创作超过40年的张英宗老师带来上新的陶艺作品。张英宗老师讲，伊的作品上大特色，就是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绝对没有第二件一模一样。你看整个黑的，它上面嘴缘会稍微金黄色，那个是木材灰，木材灰1200度会融化，啊，稻草灰到1300度哦，啊，融化木材灰就把那个黑的烧成金的边，让它留下来。黑起直接碎，所以每一件作品放在高低左右不一样，烧出来的东西又不一样。这将来嘛对我收藏者真好，我将来摕这件出来就是这件。你别讲是大同瓷器啦，还是康宁的啦，这一件我看后边唔知阁几万件。张英宗老师进一步指出，艺术收藏市场愈来愈夯，上主要原因就是艺术家真愿意分享作品的创作理念，甲作品创作背后的故事。亲像伊的作品，透过导览会当予更加侪人来认识茶烧窑的魅力。因为即嘛一种教育作用啦，恁电脑出来电，电脑出来讲安尼吼，哎不厌其烦一直解说讲好听，解说好听，收的就迄、那、落、個。哦，我顶个伫台中站的某少年啊出来，中科的少年啊，哦，伊要收这个茶碗，我就解说他这个你收藏的点在哪，你从欣赏的点在哪里，安怎安怎。这有啦，所以推广很重要，就对了。哦，推广上重要，你这不能外高做吼，拢是师傅，爱会推广会卖出去，才是师傅啦。因为茶烧是一种真高难的技术，上迷人的所在就是烧制过程中产生出来色水变化，加上茶烧六花产生的水。彰化市长林世贤邀请乡亲做回来彰化艺术馆感受这项真高难的艺术创作。大众新闻，听上彰化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心溪湖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214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1.7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韭菜上价17.5元，中价10.9元，下价7.5元。高丽菜上价9.1元，中价6.9元，下价5.3元。四瓜上价22.1元，中价18.8元，下价15元。桂林啊，上价21.9元，中价16.2元，下价10元。花椰菜上价21.1元，中价18.6元，下价14.9元。建宁菜上价35.4元，是中价22.4元，是下价17.5元。包心白啊，上价10.8元，中价8元，下价6.2元。葱头上价23.4元，是中价18.4元，是下价10元。菜头上价13.7元，中价9.9元，下价7元。番薯上价21.7元，中价16.7元，下价11.7元。白菜上价12.5元，中价9.6元，下价7.5元。青菜上价60元，中价45.7元，下价30元。环境风场继续吹偏东风，西半部地区伫咧北方的所在，酷暑条件较差，污染物落开来累积。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是一个感冒色提醒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17号嘛就是拜五，各地头拢是好天晴云，受到这个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透早气温偏低，日时又烧热，日夜温差真大哦。西半部地区透早会来大雾雾。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吴淑欣凯擘大电视，还有哇 ，Disney Plus， 爸爸好厉害！吴淑欣凯擘大电视零元带回家 ，Disney Plus My Video 无限看，再升级 4K Enjoy Box， 天竺鼠叉叉。除了零元带电视套餐，还有智慧电视和看云端游戏套餐哦。凯擘大宽屏，你的娱乐行家。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凯擘新频道直播专线04711-9440，711-9440。Tell me what I've done here. I just don't like you no more. 奥斯卡金奖得主马丁麦多纳，本届金球奖最大赢家，最佳男主角科林法洛，金球奖年度最佳影片《伊尼舍林的女妖》。